当放下槟榔那一刹那，就是告知我是谁，谁家的孩子，我来看你们那一刹那，哇，我一直掉泪。传统领域不是在地图上面用手点，是要用脚、用身体走到那个祖先走过的路，我们跟着一起走。那我希望说，未来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，连成一条线，用我们的文化、用我们的土地、用我们的传统，跟现在的政府来做一个很公平的对话。